今天客户指定要吃帝王蟹，马上安排 CZ Park 自主会西餐厅，基本按照食材成本加运费和加工费的模式，提供高端食材预订服务，白天早点预订，晚上就可以享受到，保证新鲜。今天的帝王蟹一半炒着吃，先裹上淀粉油炸一顿，再爆炒添加秘制配料，让每块蟹肉都充分入味，简直好吃到家了。一半蒸着吃，蒸熟的蟹肉和蒸蛋淋上热油，撒上葱花，浇上酱油，上菜